集中井，上一只天井，这一只会不会又天井呢？现在大按钮出来了，看会发生什么事。马达马达，难道有机会要开了？绿色了，再一次马达马达，没有，没有红色，还是有机会的。相信它要开牌了。哎，佐助，看来是两两。两两啊，想说要开了，那这一只又要高转了，晕倒，没有红色，黑花准备天井了，七七七天井嘛，所以有机会抽流星雨，没抽到，没有，不一定啊，就不一定。对啊，就是看等一下会不会抽到。438，有没有机会抽到流星雨？哎，那边有代币耶，两枚啊，两枚是谁的？你的？没有投一投，怎么卡住？等一下，就在小32转内，看有没有机会抽到流星雨。干！我刚才一个大不许卷出来没开，真的假的？废物，不会又要给我天井？现在是打什么？哦、没有，十转了。你就可以回来了。目前这台黑马很少，干，马上黑马。真的黑马。所以就没有机会了嘛？有啊，还有啊，还是有机会。他每一场抽六十米啊，他是每一场都抽的，他是每一场都有机会抽的。很难吧？我觉得都要有一些特殊的东西。没有没有，他随机抽的。真假？那么猛？短短抽。好了，来看我那一台。Thank you.
师四转又是二者成败，龟缸的二者成败，然后又是龟缸的佐助，龟缸佐助哪嘛，佐助都不会过。刚才插掌我吓到，然后就开了，结果开黑吧，准备弃塔，没 feel 没 feel。再一次，马达马达，绿色。再一次，干娘嘞，又不给红色，不给红色，的有没有机会开一下？开一下大只的来玩，好。看起来就凉凉，输了，废物器材，干它下面又亮亮亮的，不可以弃了，又不能弃了。你要不要看一下资讯站？我再看一下。对，他才压100而已，看要骰宝啦。哦，没关系啊，那就先不用动。先不用动。对，啊，你就等那个。所以要。我好像啊。嘿。对啊。啊，伊也马上要变大。伊也是百家，不是骰宝。哎，看你俩邪门。我刚才无带你俩吹报纸写哈咯，怕爆！哎，这个怕爆上！哎，我以为你正门，我以为你正门会压大，没有压大不会错，因为看起来很像这一门要开大的局。哎，啊，这边没呀、啊。他等于是打双闪，如果开一个双闪就直接过招啊。哦，没有压本柱哦。没有啊，就是。哎，双闪很难吧？双闪。干巧，没有双色，应该包四的。开招失败，无啊，遐够冷，没啊，够冷清，就冷清要拼嘛。无啊，哎，哦，他没有，他这个，不然你就是把那个刚才那个敲回来就收。没有，对，在那里没有。没，伊在怕亚马逊啊。伊也无亚马。他没有亚马。无啊，你着两千地了，看咱变四千无，咱就直接说了好啊。怕败家了好啊。系啊，你着甲遮个敲转来就好啊。就拼一下刚才那个开招。损失的分数，你看好难打，七岁手臂我不会打，跟着他拖下，看一下这边，哎，又开小啊，都没有压本柱，又一样，回到原点，这是什么呀？你以为你说那么小声就不会听到了吗？其实不传的外传的秘密。哦，那下次要教一下，私下讨教。这个、不能上网上传。对，这不能传，不能传，不能公开的秘密。啊，所以这门过你应该就会收了哦。
还是要继续收还是要压继续就把该招的敲回来就好了。继续说哈。好久，妈的，超久。哦，这个压一万呢，这个压一万档。哎，没有，他何举？哦，何举？哦，对对，所以才会压一万得一万分。弃牌中，这个险会拖下来吗？很多大牌呢，干，我觉得这支危险，希望继续大牌。百七，百七怎么了？百七不错。是吗？感觉没 feel 啊，很普通啊。百七可以啊。拿来的不错，跨门。感觉还好。两边。两边就很猛了，两边不是七点就是可以秒杀他的点数。靠背没吹，多两点再给他攻比较没压力，攻他没压力，攻他比较没压力。然后压力来了，被管住了，只要赢他就好，点数赢他就有机会。Oh my god！ 哎，他还要补哦。他要补。那他看能不能补个六七八？嗯，正常他应该会补攻啊。真的补攻？不用不用。何止？和气生财，下一门就要让他过了。下一门。哎，这是别门吗？对，追门。哦，机械手臂真的都好难压，都看不。那个点数每次都那种七八九点，七八九点，最好他们会七八九点。那嘛，爸爸，哎呀，所以可以开招了吗？还是倒了？倒了。靠呀，没拍到你倒。那我们就开完了。好久，哎，这是要等百八碗吗？哦，那等百十碗才会换百九吧？哇，继续双跳，三点也赢。准备看白酒，赢了就，哎，赢了仗好像要继续打，因为那边也开招失败，再猫一门，再猫一门，再打台消遣，干，很大欸，秒他，叉烧他也可以，七八九弄死他，六七八，三边补八，七八九弄他，干，多一点，Oh my god！少一点刀，下课收工。